对比持球再给到铁饼，艾夫伯冲出来成功的超节，前面完全的扣篮机会给到艾夫伯秀一个。哦，这个艾夫伯往篮底下变起两个人，最后跳投得分。这边是犯了失误，看一下张杰伟门外分，艾夫伯三分的出手加上去，现在啊，工程师阿贝这边给到周伯君，再回给他，哇，这个三分的出手，给底线的张杰伟往外交，艾夫伯这边再来一个三分，哇，第二节新竹阿贝的第三颗三分球加上的出手，哇，这个回防上面看一下前面滴滴再回马枪给到艾夫伯，直接上篮得分，倒是没有直接放上啊第一节的先发阵容，下半场做了一个辩证，艾夫伯这边三分命中，他空档太大，试一下，哦，这个又，这边啊直接保护了林志伟，